慧，我们回来了。王老师，喂，哎，我买了好多东西，太牛了！买了大可乐，然后买了底料，我还买了那个榨菜什么的，我们可以早上吃。榨菜咱这儿有，没事，没多少钱。突然觉得浪费了。他们好厉害啊！你看我们今天挖的，老师快看，把栗子放在这里，真的是好会啊！哇，怎么你们把树都砍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摘着摘着，它就掉了一个，别浪费，就扛回来。这太过分了，你们毁灭性的采摘。他自己掉的。王老师还要搬砖吗？你们别搬，你们别搬。其实我们可以搬，没事没事，我去搬。我真的，我们当做身体训练。不行不行，郎导知道会很高兴这件事的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霞，哎，你从上面啊把那些砖啊往外搬，就那里边的砖，你把它搬到外面来，然后我们就往里搬。啊，从这儿上，不走寻常路。哎，对，这样咱俩配合的就太好了。我的手套，慢点。